当您到达客户家，每次到达客户家中时，请遵循以下守则。第一，脱下户外鞋，然后换上干净的室内鞋。第二，请咨询您的客户是否有地方可以让您更换干净的工作服。第三，确保将衣服和户外鞋安放在固定的地方，以避免交叉污染。第四，戴手套前要彻底洗手。最后，请您戴上您的口罩，请别忘记打上班钟。